女护士给男病人处理伤口，可这伤口的位置有些隐私。处理完后，女护士疯狂喝水来掩饰自己内心的躁动。其实这个男病人是女护士小叶丈夫阿妹的丈夫小军。小叶和老公阿大结婚7年了，阿大是工厂里的工人，为人忠厚老实，几乎每个月都被厂里评为优秀工人。小叶和阿大夫妻感情和睦恩爱，比如两人去逛超市，小叶对一双红色高跟鞋爱不释手，却因为鞋子价格昂贵默默放弃。可转身回家后，就能发现阿大已经把他的心头好买回家了。阿大对他总是很舍得，只是两人如此恩爱，却迟迟不见爱的结晶。曾经小叶也想过是不是自己的问题，可仔仔细细检查一遍，才发现问题是出在阿大身上。为了让这个家变得完整，他开始频频进出医院，尝试了好几次试管婴儿，可依然没有一次成功。长期的思想负担让他开始产生了一些其他想法。一开始他想要抱养一个孩子，可阿大不愿意，毕竟一旦这样做了，那等于告诉所有人他不行。后来他就想到了捐精者，可又想着那些陌生的男人，心里惴惴不安，只能放弃，最后才把目标瞄上了阿大妹妹的丈夫小军。至于小军，是阿大二妹的老公，两人同样结婚多年，但却经常吵吵闹闹，主要还是因为阿强这个人不靠谱，豪赌，还欠下不少钱，常常让人堵着讨债痛扁。而像他们这样的家庭，却已经拥有了自己的孩子，不禁让小叶感觉世道不公。这天阿大家的三弟回来了，一直听说三弟在外面做的是大生意，谁知三弟一回来就跟老爸问起家里那块价值30万的沉香，似乎知道他要那沉香的目的。老爸一口回绝，咬定家里没有这种东西。三弟果然生意失败，在外面欠了一屁股债，回家后却还不忘跟家里人宣传他那些三无产品，给了阿大一瓶药，声称可以重振雄风，最后甚至把厚厚的宣传册塞给小叶，拜托他这个嫂子多跟其他人推荐推荐自家产品。小叶也不好拒绝，抱着宣传册和阿大回了家。本以为吃了三弟的药，晚上阿大会有不一样的表现，可任凭小叶如何努力凹造型，阿大却依然心如止水，支不起帐篷。三弟搞不到沉香，只好暂时收心，他表面上是留在老爸开的中药店里帮忙，可实际上常常趁老爸不注意翻箱倒柜找沉香。这个女人用这样性感的方式在客厅洗澡，还让丈夫给自己递东西，接着又坐在沙发上慢条斯理抹着身体乳。可纵使她已经做到这种程度，丈夫阿大依然如同柳下惠，对她丝毫提不起兴趣。小叶本就心情不好，在又一次试管失败后，医生告诉她已经不需要再尝试这个方法了，一瞬间让小叶如同坠入冰窟。与此同时，小军因为欠债又被债主围追堵截，揍得满身伤痕。他回家找妻子二妹要钱，可二妹对他这个赌徒早已心寒，只说家里没钱。气急败坏的小军直接一巴掌上脸，把二妹整个人都打懵了。二妹也是人狠话不多，菜刀一动，威胁小军胆敢把家底都拿走的话，就跟他同归于尽。婚姻走到了这个地步，离婚成了最好的出路。第二天，小军和二妹就去领了离婚证，只是为了不给孩子带来伤害，两人还是决定暂时生活在一起。为了筹到钱，小军来到医院，找了妻子哥哥的妻子小叶，求他借自己一点钱。随着自从上次见过小军那地方后，小叶就有了小九九，于是也提出了一个请求：那你先帮帮我跟你大哥。小俊看着小叶握紧自己的双手，瞬间明白是什么意思。一开始他也没敢答应，可眼见着过了好几天了，小叶没再有过任何行动，他反而有些着急了。趁着小叶上夜班的时候，突然冲出来拦住小叶的去路，一边献上一支玫瑰，一边将小叶搂入怀中。小叶被他这突如其来的冲动吓到，在得知小俊这是同意帮自己之后，便让小俊稍安勿躁等着自己。第二天天一亮，小叶就画上烈焰红唇，换上一袭红裙，踩上阿大给他买的红色高跟鞋，走进了小军家的面条店。而他一到，小军就懂事地拉上了店门，两人在里面翻云覆云，不知天地为何物，更不知外面围观的人有那么多。第一个便是恰好路过的阿大，透过门缝看着深爱的妻子和妹夫苟且，他虽然痛苦，却更明白这只是因为妻子对孩子的执念，于是他选择了离开。第二个则是碰巧来找小军一起搞投资的三弟，一见这香艳场面，直接掏出手机录了下来。回家后，小叶赶紧躲进浴室，不停用水冲洗着自己的身体，脑海里来来回回都是对自己的拷问。我这是怎么为了孩子，我疯了吗？男人夜闯护士站，对着里面的护士就是一顿输出，没想到被护士一把推开。而说起来，男人小军还得叫护士小叶一声嫂子。自从上次两人肉搏大战后，小军对小叶软糯的身体恋恋不忘，可小叶却因为觉得愧对丈夫阿大，已经决定不再犯同样的错误。更惨的是，小叶还收到了威胁短信，短信内容正是他和小军肉搏的全过程。他本以为是小军偷偷录的，可第二天三弟却把小军带到了天台，坦白视频是自己录的，要想让他删除视频，必须给点封口费，少说也得10万8万。
气得小军无言以对。但好在现在已经弄清楚是谁从中捣鬼，小军赶紧把小叶拉到小巷子里说明情况。小叶一听就急了，这都是什么事儿？一怒之下猛甩了小军一巴掌。两人全然忘了隔墙有耳这句话，他们所谈论的一切都被小军的媳妇二美听了去。家里出了这等丑事，二美也很无语，根本不敢也不想往外讲。另一边目睹肉搏全程的阿达回家后难以直视小叶的红色高跟鞋，曾经他们美好的回忆如今全都成了痛苦的噩梦。他哭了又哭，将鞋子擦了又擦，却依然无法抹去自己的心结。不久后三弟发现自己的宝贝手机不见了，这下三弟也着急了，他不过是想拿视频换点钱，根本没想着弄丢手机，更不愿意视频流传出去败坏家风。如今焦急三人组像热锅上的蚂蚁，都感觉大事不妙，但也都无能为力。这天是二妹和小军女儿上电视表演的日子，一家人久违的坐在一起吃饭，明明是和谐的画面，氛围却尴尬到了极点。播出时间到的时候，天空突然下起倾盆大雨，三弟冒着大雨给电视撑着伞，而小叶和小军则分别与各自的爱人相拥雨下。这一刻所有人都希望曾经犯下的错是个梦，是个可以被这场大雨冲走的噩梦，可那不可能。为了逃避现实，也为了继续弄到钱，三弟决定踏上新的征程。离开前二妹找到了他，把他的手机递给了他，说这是老爸还给他的。大家这时才明白老爸的良苦用心，无论如何一家人只要能改正错误，好好的在一起，那就是一种完整。于是在一个大雨滂沱的夜晚，阿大披上雨衣淋着大雨，将那双高跟鞋运到了很远很远的海边，挖了个洞将它们深深地埋了下来。这事之后大家都看开了很多，心情也平静了不少，而似乎也正因为不再焦虑，不久后小叶竟真的怀上了阿大的孩子。小叶喜欢孩子，想要孩子的心情大家都能够理解，可他为了孩子如此走火入魔却着实有点毁三观。你觉得他这么做值得吗？